你无欠我钱无唔对啊，啊，佮你无欠我钱啊。是啊，三个月前吼，你某甲我借20万啦，讲好一个月连本带利要害我啦，即马煞转到无看的人，安尼哪有意思啦？上够无意思的吼，就是互我标着花仔钱，到即马一工看一工啦，也无要还我，也无要还我哦，佮走互我借我。林科长，你讲啦，咱大家拢是老厝边啊，安尼做甘对？你讲啊，安尼够有意思？敢真正有这款代志？当然嘛有这款代志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同好紧甲你某找出来哦，甲代志处理好好势哦，啊那无吼，要安尼入边哦，卖怪阮两个钱够来才找你啦。是，我知影啦，我绝对袂怪你啦。啊，我真正真歹势，我无欠恁钱吼，我真正唔知影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我5点下班吼，到时阵咱再来你丈妈吼找阿某啦。啊，当面台吼将小李约清楚啦。假使我某若真正有欠恁钱吼，我才想办法将迄钱还恁啦，安尼好无？林科长，这话是你讲的哦。我相信你伫遐农会咧上班哦，我若唔惊你走去啦，你一定会甲你某同款啦，为着欠阮的钱啦，就走互阮入啦。我甲你讲哦，5点我准时来找你哦，到时阵哦，你得给我一个交代。好啦，5点哦，我才等才等来啦。好，洪主，今咱来去啊。是咧变什么梦啊？阿姐啦，你写功课啊？有啊，我阿妈去家里哦，恁三个都去啊。因为哦，我爸爸家里要吃，我跟妈妈都去。真是的哦。嗯。安尼足好诶，嘉宏啊，恁翁哦，甲你拢讲好啊，是？无啦，啊，着吼，细明仔甲文生讲吼，今仔要带我转去啦。来啦，大王啊，其实翁仔某吼，安尼冤家吼，应应着会啦。啊，既然恁翁老迄个意思要带你倒转去吼，安尼啦，一人吼安尼让一步啦，啊，毋免互伊来啦，你着归去吼，家己倒转去就好啦。嘿，啊，伊来带我，着无一定转去啊，我哪有可能家己走转去啦？大王啊，你来啦。恁翁已经对你袂歹啊，哈！唉，你哦个性歹遐倔强，那无啊对你无好处啦。油头伯啊！哎，好啊，甲冷静静，甲冷静静。你进来哦，头伯。哎，没事。爸爸要甲妈妈吼，来这个参详，你来得做功课好无？好。来，大家来遮坐啦，来遮坐啦。你顶嘛，唔免啦。我哦是超工哦，要来找嘉宏的啦。代志若讲煞，我就来走啊。代志？啊是啥物代志啦？哈？是咧讲啥？嘉宏啊，因两个是我带来啦。因讲哦，你欠伊钱，到底有这样代志啊无啦？你专门找伊来，甲我做台了啦。嘉宏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带因两个来吼，是要甲你当面解决代志啊。啊，你若讲我带因两个来甲你糟蹋的，你就明知讲我伫相骗伊，你搁甲带来，毋是爱糟蹋是啥啦？嘉宏啊，你哪个对你哪哈尔啊歹啦？你欠我钱哦，走来你丈母嘛叫你面给我找无，我找无你当然嘛去浪费存你哪啊，安尼敢唔对？我欠你的钱哦，我会想办法害你啦，你哪着去找伊啦？林阿细面，我会讲啊，我袂甲你拖累啦，我家己会去想办法害啦。你免伫遐吼找两个人甲我糟蹋。嘉宏啊，啊你即摆来咧怪我啦？你外面欠人哈尔济钱，我拢唔知影，啊人找到我遐去啊，我唔将伊两个带来遮，甲你当面讲个清楚。啊！我是不要揣对啦。对啦，谢明安尼做无唔对啦，啊！还欠人的钱，咱得当面讲个清楚，看要安怎用啊，你唔才对。嘉宏，你甲人借花还欠人钱，啊！即摆阁唔好好甲人处理，人讨钱讨到我浪费去，即落代志若叫传出，我浪费头路敢着阁食啦？你遐死头路，我无看你敢来啦！无定着吼，你若互死头路颠倒口出团。那恁翁在浪花吃头路吼，安尼已经袂歹啊啦，你莫咧爱嫌妄嫌啦。倒位底袂歹啦，一个月哦赚咧4-5万块啦，啊又搁要立贷款啦，又搁要浪花仔钱啦，后尾哦饲某饲囝都无够。你实在有影真妄嫌呢，你看水星啊离我餐厅啦，一个月嘛才2万外块尔，安尼4-5万块搁咧嫌？水星啊无同呢，伊若出师吼，看是要开餐厅啦，还是讲办桌啦，一工凊彩菜拢嘛有赚这2-3万块啊。
哪有参详伊啊？只会害死头路，食也食袂饱，饿也饿袂死。对啦，我拢无路用啦。就算我让你食袂饱，我上无嘛无你咬着，啊？敢亲像你哦，我明仔日乌眉母啦，欠咱一大堆的账啦，你上高啦！你阿爹咪，你阿爹啊！来，安尼啦。老伯啊，林珠，阿母，我都回来啊。林珠啊，啊，你若有在餐厅甲水生啊斗三工，你来水回来啦。阿母，即马拢几点啊呢？餐厅休困啊啦。对啊，哦，安尼啊紧啊，即马就十点啊呢。阿母，啊，你是干啥咧通电话啦？我为餐厅敲电话，当下拢敲袂通呢。较细声咧啦，唔通叫家宏听到。啊，家宏要回去哦。娘阿母开始搁冤家啊！搁冤家啊！啊，两个哪搁冤家？哎，讲起回头长啦。叶家宏哦，伫外面失过欠人的钱，啊，人一款借主去农会要找伊人提钱呢。遐伊人要带一款借主来甲伊对峙，啊，结果咧，家宏误会讲是因翁带借主要来甲伊闹开，毋则冤起来。阿母，是讲你甲土鳖人拢伫个，恁两个无甲调解啦，搁会冤家？啊，人姓林也无唔对啊啦，啊，侬嘛这个家宏，啊，甲人安尼搞搞火啦，啊，我讲也讲袂听，我嘛无法度。代志奈变到安尼死啦，姓林先啊无接家宏倒转去啦，啊，就两个冤家，伊哪有可能搁接伊转去啦？啊，我唔知拄在一日敲电话敲几波也无人接，我即嘛是咧烦恼讲姓林吼，唔知发生代志袂。不，啊，再歹甲家宏问看卖啊，看姓林会走去倒位无？唉，你家宏嘛真害你。做人无影做遐久吼，啊连翁婿心情歹会走去倒找朋友，伊也毋知影。我看安尼啦，我也是吼，来去家找看卖咧。阿母，今只暗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今只十点了，哪有外暗啦？啊，你拄仔只陪家宏啦，我来去找啦。落地下去，我拄着啊。伤晏啦，阿母。袂啦，袂啦。阿母，我袂放心。是谁啊？是我啊，丽姐。丽姐。啊，小妹，那是你啦。啊，我都吼无代志，想讲四界行行咧，啊，拄啊为你遮经过啊，啊，看你电话拄啊光光哦，我想讲你应该搬入来内底住啊。
好啦，请坐啦，请坐。我都想讲哦，这种处理已经做啊，无断嘛是拍算啊。哦，啊对啦，啊我拄只吼，拄好买两碗面，啊一包卤菜，来啦，咱做一只。啊，小明，真歹势呢，你来我家哦，我有甲你交代，都点点互你请。哎呦，大家拢老同学啊，免啊客气啦，来啦。小明，啊，你讲实在话。你讲真正是平均运到，还是甲恁某冤家啊？阿东，其实是下晡有两个人去我农会咧找我啦，啊，讲啥物阮某欠伊花仔钱啦，我是想讲吼，下晡五点下班的时阵，带伊去找阮某啦，煞颠倒我甲某讲无两句话，就去冤家啊啦。我是啊吼，气到挡袂牢，唔才活着做我出来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你会三更半暝伫外口咧乱乱踅，啊踅到无路，才对我才来。讲起来是啊，真见笑啦，怪得够无路用啦。世明，你哪安尼讲咧？其实吼，我感觉讲你是一个足好个翁婿，只是恁某唔知头好珍惜。有啊，哈晚哪个人来找你啊？什么知你住伫遮？无咧，刚才你知影尔。我来看卖下。是啥物人啊？李丁嘛。李丁嘛，来面坐啦。多谢啦，多谢。面坐啦。真歹势啦，啊三更半暝吼，搁来遮扎坐哩，歹势。李丁嘛，这拄好哦，阮咧食宵夜。你要吃瓜无？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袂枵啦。李丁嘛，你哪会知我走来遮？我袂哪会知啦？啊，我拄只着对庙口过，啊去问迄个卖面阿成啊，啊伊甲我讲你今仔去买面，我唔知影你遮。哦，我都心情无好啦，想讲哦来遮找你真啊开讲。谢你嘛。其实哦，人袂准家己一个住伫遮啦。啊，你安三更半暝来遮扎坐，安尼甘好？是。无要紧啦，李丁嘛。啊吼，我拄仔好有贷款的代志要问世明。啊，伊来遮吼，我会当先煞甲伊讨论一下啊。啊，丽珍小姐，其实哦，阮遮是庄家所在啦。啊，大家比较较保守啦。啊，一个查甫人哦，三更半暝住伫遮咧出入。啊，难道去予厝边隔壁人看到，抓做讲恁两个有啥物暧昧嘞？啊，假使这落风声若传到因某遐去哦，哎呦，安尼代志就麻烦啊啦。李丁嘛，我嘛是有拍算吼，等过几工啊，我较安定的，我着去找世明因某，啊，劝因两个翁仔某莫阁冤家啊。其实吼，阮大家嘛是希望讲因翁仔某会当和好。你敢知影讲翁仔某若袂好，上可怜就是囡仔，你知无？啊，你毋是有答应恁文心啊，讲要带因老母转去？啊，你看你活着出去走，你敢知影恁查某囝吼，安尼哭几落点钟？李丁嘛，其实吼，我嘛是真有心，想要带家宏转来啦。啊，不过下晡伫恁家的时阵，你家己嘛有看到，两个讲无两句的吼，都搁气冤家啊啦。啊，而且吼，搁讲到安尼啊歹听，迄代志根本就拢伊毋对嘛。所以哦，我气到无想要甲伊讲啦，毋则我着做我走。哎呦，你嘛莫安尼，人伫咧讲哦，相骂着分无话啦，啊，若相拍着分无力啦。翁仔某来咧冤家哦，啥物歹听话嘛讲会出来，你着莫甲放咧心肝内着好啊。哎呦，李丁嘛，根本哦，你着无了解啦。家宏哦，伊呾一开始咧算股票的时阵，迄当阵登起啦，伊着赚偌济钱诶，伫我面头前咧红声啦。都叫我哦，靠住卖做啦，头路好实实的，对去算股票啦。啊，即摆股票一捡落来尔，嘛同款咧怪我，讲啥物我无路用，无出脱啦，袂晓趁钱啦，啊害伊吼股票输到安尼啊凄惨啦。李丁嘛，讲实在啦，我伫农会信用部做科长吼，迄是我咧十几年来一步一步安尼一直做起来的呢。伊是凭啥物资格安尼侮辱我的头路啦？是哩嘛，那这点哦，有影是恁某较唔对啦。李丁嘛。我已经想好势啊，交往要爱吼，是一个赚大钱的翁婿啦，毋是像我即种的吼，干那样一世人领死薪水的科长啦。伊若要跟我离婚哦，我成全伊啦，让伊去找较好的翁婿啦。世明啊，莫搁讲气话啊啦，
翁仔某冤家吼，应应嘛会，啊，莫安尼开嘴就讲要离婚啦。算讲恁无替恁家己想啦，恁嘛爱替恁查某囝想看卖啊。假使恁若离婚，恁若是你要挃，伊也是要给恁某，啊？其实啊，翁仔某若离婚哦，上可怜就是囡仔啦。啊，不过翁仔某若袂当互相体谅，勉强做伙嘛是足痛苦的啊。不如哦，离离的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啊。无喏，啊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是赞成两翁仔某离婚哦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林太太若袂当体谅世明的好处，你若勉强伊甲世明做翁仔某，嘛是足痛苦的啊。这，哎呦，袂啦，袂啦，啊，你敢无听阮明珠啊讲一句话？明珠啊是讲什么话啦？阮明珠啊，毋是讲恁某迄款人，就是有毋捌报啦，啊，若无才知艰苦啦。你吼，就是我甲教训一下，安尼就会知啊啦。二舅妈，你即马讲安尼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是你讲吼，你甲恁某吼，小可甲伊教训一下，安尼以后吼，伊才知影你的好处。教训哦，啊是要哪甲教训啊？哎呦，我是你舅妈呢，到时阵哦，照我意思去做都无唔对啊啦。大条啊啦，代志害啊啦！你知影恁翁即摆伫倒位无？阿姨毋是咧龙尾上班。但是伫倒咧上班啦、啊，你上了够戆诶！即摆伫咧阮餐厅哦，甲一查某伫遐咧啉烧酒啦。伊哪有可能甲查某伫啉烧酒啦？哎呦，是安那无可能啦！人两个哦感情敢若真好，有讲有笑呢。行来，你甲看卖咧啦。哎呦，迄无定哦是咧请迄客户食饭啦。无要紧啦！哎呦，什么你无要紧哦？你三幺够戆嘞！恁两个哦，安尼外好嘞，都啥啦？行啦，行啦！多谢！来来来来来，烧烧烧烧！吼，五六支红烧去，来试看卖。水仙啊，啊，唔免阁煮啊，规个桌顶拢是菜，食袂完啦。嗯，我变咯。啊！这请人客就是要办哦，安尼澎湃啊澎湃，唔才有生意请人客啊，对不对？试看嘛，试看。唔是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煮安尼侪食袂完，怕算啦。嗯，免烦恼啦，阮师傅有交代啦，这摊哦是阮师傅要请的啦，免烦恼，尽量该正巧爽快哈。安尼哦，安尼我都歹势。来来来，酒来啊！好来来。来。无咯，明珠啊，咱如果啉烧酒哦，你就知我无啉烧酒的人啊。是，你做你放心啦。这是茶，不是酒，你做你好心啊，饮啦。哦。安尼哦，恁某唔敢要相信啊。哈哈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哈哈哈。姓杨，姓杨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有菜，有烧酒，有查某，安尼唔才有生活天酒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对啊，姓杨，因讲了有道理呢。嗯。你哦，爱继续啉烧酒醉，你等下唔才有勇气跟恁某讲要离婚的代志。我若阁继续啉烧酒醉哦，我唔捌酒醉过的人，我哪会晓啦？好。我病了，啊！你来遐调顶下，唔捌食过猪肉，你嘛爱捌看过猪，你惊咯？哦，啊！你的朋友嘛有人有酒醉过啊，你著看安怎酒醉，你学个动作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朋友大家啉着酒醉吼，姿势拢无同，我是要哪学啊？啊！哦，我病了，我这啊好啦，我到时较早出来你办桌时哦，但看到拄着迄个酒醉啦，来来来来，归去我干，我干，我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啉烧酒醉的人哦，十个九个，徛咧哦，脚拢浮浮啊，徛袂掉，安尼平，啊表情哦叫安尼，戆面戆面啊安尼，讲话爱大声，哦，啊无是要安怎？我啉烧酒啦，你是要安怎？你讲啊，就一下看卖，脚叫浮浮啊，戆面戆面啊，嗯，哦。我要啉烧酒啦，啊，无是要怎？来啦，继续啉啦。妈有事？你是咧笑啥？敢讲我咧无事？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我病了。你安尼敢有生理啉烧酒醉了啦？你安尼骨敢若袂输衰尾啊大人咧？啊，牛就是牛，看到北京也是牛啦，我无法度。恁两个家己瞧啦。哦，就是，我也袂啦。接啦，接啦，接。无咯，水仔，啊，等下我某若一来，看我无啉烧酒醉，啊，
水漏开啊！真简单呐、啊，来，先坐啊。我咧讲吼，你等下只要讲话大声，而且吼坚持要甲伊离婚，其他的代志交予阮处理就好啊。嗯。交恁处理哦。啊，恁是要哪处理啊？简单，来，我咧讲。想袂到遐风动，伊亲像一阵风，常常无想信用。六月的炎天，阴云牵挂，可爱的无情郎。风吹，风吹，风中一张被，谁知梦中的相思有偌多。缘分由天空坐，简单一句话，情断无相借问，阮是啥人的？